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惹司令府的人？拿下！站住！大哥，刚才多谢大哥救我。应该的，刚刚出去买书，正好碰见了，可惜没抓住他们。大哥买的什么书啊？牡丹亭。我自幼喜欢戏曲，可惜现在不便出入戏院，没能捧弟妹的场。大哥若是喜欢，以后我在府里唱给你听。好啊，那我可有耳福了。弟妹的声音别具一格，可惜有一点点瑕疵。是吗？大哥可以详细跟我说说吗？你的中气浑厚，就是不能持久，唱久了会伤到嗓子。确实如此。不必担心，我有一个法子。来，来，你试试，这样行不行？大哥，这法子果真不错。大哥，我们改日再聊啊。